们先请问邓大哥，有没有做过台铁？有。什么时候开始做？小时候。多小？大概还不到十岁。还不到十岁啊？嗯。有没有抱在娃娃那个妈妈抱在怀里就开始做的？有没有人有记忆这样？来，我们再来请问一个大哥。大哥，大哥你好，你从哪里来？我从新店来。你住高雄，从新店来，来解释一下，好复杂。就原籍是在高雄市嘛，到新店来当那个工作吧。啊，你从高雄来我们台北都坐什么？坐什么车？我第一次坐的时候就是坐慢车，慢车就是普通车，要坐12个小时。老师，为高雄跟台北迄阵啊坐12点真久吗？伊讲慢车，什么车？普通车。普通车是什么车？蒸汽车还是油电车？大家都不知啊。我不知道是几年坐的。你几年坐的？你几年坐的？19年坐。1955年。你坐火车是几回？你坐火车是几回？哦，这阮的火车达人呐、啊，阮郭老师是阮台铁志工队精神指标哈、哦，他是真正台铁怎么样呢？退休的，所以我们在这里如果问问题有疑难杂症 ，call out 老师马上那个来，你当时坐车？我准备你坐车。1958年，民国58年了，1969年。台电机车哈、哦，台电的台电，柴油，你说越南是不是？你说那是什么车种？柴油电气机车。啊、哦，柴油电气机车，安尼够无久哦，找一个看有较久的哦。坐过，大家有捌坐过蒸汽车？啊，来看卖，来，这位大姐，你什么时候开始坐火车？国中的时候，在你的记忆当中，国中就开始坐火车，为什么会国中就坐火车？从南靖坐到嘉义，通勤上学呀、啊。南靖在哪里、啊？嘉义啊，彰化阿嘉义，彰化是吧？嘉义啊，嘉义水上江。哦，嘉义水上江哦，哎、欸，我们台铁哦，就是一个台湾的地图了，真的。啊、哦，你坐在这边慢慢听啊、哦，我们台铁根本就是台湾那个地图，只要把我们台铁走一圈，台湾就走一圈哦。啊、哦，这个真的，历史意义不但是历史意义，还有很浓厚的怎么样呢？国家的意义哈、哦，还有你的怎么样呢？记忆中的记忆。好，来，那你那时候坐什么车的？就是纵贯线。纵贯线，慢车还是快车？学生只能坐什么车？平快的啦。学生只能坐冰块哈，哎、欸，几块你可以记未？迄阵车票偌济？学生车票不知道多少吗？学生车票多少？郭老师，你有没有记忆？学生车票多少？咱俩因为你没当过学生坐车，有没有？啊？郭老师，你知道学生车票偌济？你知道吗？你几年住的？老师都跟我们讲你几年住的？大姐，40年住的，41年住的，1941。1952。哦，好，我今晚跟你讲哈，我那跟你访问到哈，你一定要记得讲你是什么时候坐什么车的啊，因为郭老师郭达人，他只要你告诉他，比如说你是1967年，他就可以知道你从哪里到哪里，你是坐柴电的，还是坐蒸汽的，还是坐铁路电气化的啊？来问个少年呢，问年轻，你几岁开始坐火车？有没有坐过火车？先问一下。有。什么时候坐的？小时候。多小？比弟弟小还比弟弟大？弟弟大好，你坐火车有什么印象？你可以模仿一下那火车的声音。轰隆轰隆，哪有我们台铁坐火车那么性能那么好，哪有轰隆轰隆的？啊，我们柏油马都没有声音的嘞，对不对？坐什么车还记得吗？自强号还是什么？我记得我还坐自强号，轰隆轰隆的，有没有摇晃的很厉害？有，郭老师，我们自强号有轰隆轰隆的吗？有，铃木没有，郭爷爷坐在你前面，你竟然跟他讲说坐自强号轰隆轰隆的，郭爷爷就会想说，刚那个车是安怎？哦，一定是那个什么
铁轨有怎么样？铁轨有什么东西放到上面？怎么会轰隆轰隆的？好，再来，我们再，好，再来，我们要请一个外地来的，有没有？您是那个什么香港啊，或者是来自由行的，搭过我们台铁的，有没有？哦，大哥，你从哪里来？从南京来。从南京来，我们台铁你坐了多少了？多少公里数了？我从爱乐湖的。从哪里？从爱乐湖就在台铁。从哪里？爱乐湖就到台北。真的？那你从高雄坐到台北，还是从哪里坐到哪里？从嘉义坐到台北。从嘉义坐到台北，你坐高铁还是我们台铁？高铁台铁互坐嘛，然后再下来再换个中山高速公路，对不对？觉得我们台铁对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？台铁哦，不要想到高铁哦。高铁是穿橘色的，我们台铁是深蓝的，啊，蓝色的啊。还很舒服。很舒服，多舒服，在里面睡着了，然后过站了，有没有？就是空调有时候太冷了。空调太冷，有没有我们台铁的人啊？空调阿伯别开啊冷啦哈，给它维持29度就好了。来，等一下，我帮你问看，老师为什么空调要开那么冷？为什么？因为客满的时候空调会开冷一点，结果你会下去看还没有冷。哦，老师郭达人的解释是这样的，因为人多的时候，我如果空调不开大一点的话，你会很闷。问题是你下车的那个空调还来不及怎么样调整回来，所以你会觉得很冷，哦，所以，下次你要上，对啊，等到大家都下车了，等一会儿你再上车，然后车子就给你收狗饭。我们台铁的车子准不准？准。有没有误点？没有。你看这些都好聪明啊！你看他说，我说准不准？没有误点，对不对？你已经帮我回答了。你这样子好像我没有误点啊。看高铁有，对，高铁有没有了？人家不小心的，你不要这样。我们高铁从来不误点的，对不对？来，我们再问一下，谢谢你。我们来问一个，有没有坐过有误点的？阿妈，你坐车有那个满分吗？加减的。你不用说加减，是你较慢来，我来等你一下，我们要等你一下啦。我们不是真的满分误点，我们是有时候看你跑得这样很累，我们就干脆怎样？等你一秒钟，一个人等你一秒钟，我们台铁这样纵贯线，来几个站，来问一下郭老师，老师那全省有几个站？200多个站。200多个车站呢，一个车站满几票？200多个车站要满200多个秒，几分钟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下次台铁如果跟你讲说，各位旅客，因为怎么样呢？现在站运很满，我们晚个5分钟，你要高兴啊。很好，就站在旁边怎么样呢？可以跟其他旅客聊聊天，也许就找到你的真爱了哈。好，我们准备要开始了，我被通知准备要开始，指挥也来了。